你有没有曾经听过这个叫 I got home？ 我到家了，应该有听过，对不对？五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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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好不好？大家出去玩喽！哦，唱个唱个调 ，OK， 好了。算了，我们不知道要讲什么，是吧？对对对对，要入土啊，或者要推进去烧的时候，那个道士就要撒名字啊、哦，就边走叮叮叮叮叮叮叮来，掌声鼓励好不好？哇！还是啊，为什么睡不加吐？很累哦，又要玩又要讲，要为什么不加吐 ？Why？ 意外，很好。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玉嘉玉讲的回答，从以前到现在都让我觉得都是废话。哦，不，都是很好的回答哈，都是很好的回答。厉害，没错啊，当然是厉害的。为什么 ？Why？ 你们现在高中要知道一点点啊，哈，为什么？而是。如果你是学全美就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常念就会、啊、我希望你们常念就会，但是这个从文法角度来讲 Hello， 这个不是名词，所以 get to 地方是名词的概念，比如说到美国到哪里到哪里，但是 home 它是算地方副词，这时候你只要把地方副词记起来就好了，你只要把地方副词记起来就好了，其他都是地方名词。哪几个？巴马第一名考的就是 home， 第二名叫做 here， 有 here 就会有，会了吗 ？OK， 各位同学 ，go there 还是 go to there？Go there， 对，你不用教这一词。来这边是 come here 还是 come to here？Come here， 你看片子上 here， baby come here。对不对？你知道很多片子都一定会有这个台词吗？那个 Hill 有没有两腿开开坐在沙发上拍两下 ？Baby come here， OK， 好，上课 OK， 好，所以第三个来，再来选个 up， s stairs， OK， 好 ，D O W N L S T A I R S， OK， 来 upstairs 一定要加 s， 跟同学 stairs 叫做楼梯，那如果只有一阶不加 s， 那不叫楼梯，那叫台阶。所以一定是两阶以上，这叫上楼，这叫下楼。所以如果你说 go upstairs 上楼 ，OK， go downstairs 下楼，这不需要 go to， 这都不需要。所以你把这几个地方副词记一下，啊，你要记这几个，其他通通就加就好啦。记不记得 ？Am I clear？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love me？ 你们这几个早上给我喝绿豆沙的。好，再给你一次机会。那个，你不要以为是酸你，对啊，表面上他请的啦，但那都是我出钱的，好不好？你不知道我多穷，我们真的是爱学生。我们不是说什么招生，如果真的拼招生，我们可以跟某个补习班一样，就拼心大课干。没有，没有这件事，我们就是真的爱学生，该请请，然后该吃吃喝喝。我很喜欢吃吃喝喝，包括我带我的员工都吃好的，吃香喝辣的。我的学生也是啊。你看那个，你们国三不是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国二前阵子还没吃披萨，然后高三都一定会有报告状，要大家不用担心，每个班都会有。哦，你们对报告状啊，所以我很想吃吃。然后万圣节又要来了，圣诞节又要来了，然后圣诞节我今天在头痛要干嘛？我真的已经在找餐厅了。哦，对，中秋节一定会烤肉，去年烤肉办的还不错，但今年烤肉我会再用更高级一点的设备。因为去年的缺点就是灯不够亮嘛，所以我今年一定我就直接请流水席来搭棚子，就在楼上板的，真的，真的，我骗你，请期待 ，OK 哈，好，但是应该会受伤害 ，OK， 我没有，不管是不是有那个棚子，但至少我灯一定会加两倍，因为去年大家都拿着手机在烤肉，对哈。啊，已经加，我已经买了八个那个夜市的那个灯，买了八盏还不够亮，因为有点太大，而且外面完全，因为这附近可能就我们这栋楼比较高，没有办法借光，所以今年我会再加两到三倍的灯，那也要考量一下电力，然后还是会想一些游戏。去年歌唱王是谁啊？我唱你有唱嘛，对不对？以信你有没有唱？你没有唱 ，OK？ 你有没有唱？我唱你没有来 ，OK？ 好，你们只有你们两个。因为没有唱啊，你都没有唱啊，哎呀，要唱啊啊，那个啦，黄宇恒啊，他弟弟，宇恒有没有唱？啊，他弟弟有唱啊哈，他弟弟唱英文歌，好屌啊！
不知道啊，好了，都起来了，来我们问一下罗云明的，谢谢，所以 Hong Kong Plane 等等都起来看一下 ，AC 今天 Rush In 硬撑起来，谢谢，他到达硬要会啊，要不要加硬，其他不要 ，Rush 就不要了哦。阿联金鸡头了，可以哈，学起来就文法 Hong Kong， 哎，对，都起来唱的 AC 今天 Rush In 可以哈，拼。对啊，因为哈，这个就是那个北韩，对不对 ？OK， 好，来，那个 Marco，Marking， 对不对哈 ？Marco， 好，各位同学 ，Mark 就当名词叫做标记，当动词叫做做标记或画下一个里程碑，里程碑叫做 milestone， 写起来，顺便学。S-T-O-N-E 就叫里程碑，那这个 mark 就是坐上碑，或坐上去会画下里程碑。 OK 啊，里程碑靠碑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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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靠你的给我碑，我等你写。所以坐第一排的中文要特别好，知道吗？惨了，惨了，对呀，好，一个十一个杯我知道了，我是等你写而已。好，来，是 Mark 跟同学来这边 ，Hello， 你有没有发现没有连接词？我们暑假一直讲观难的概念，打逗号加微许可以代表前面一整句话，你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所以这边的原句子是什么？答案是 which marked，OK，which marked， 原句是这样子 ，OK。习近平到达 OK 北韩这件事情，这整句话，这件事情画下了一个里程碑。但是主格可省略主动 ing 被动 NPD， 这是它的由来 ，OK 吗？你们担心，如果你现在听不懂同学，我们在后面的文法会再说。但是如果现在听懂了，就知道你看人家老外都这样写，你到高三要写作文，你也要这个能力，记不记得？唔知道啦，仆街啊你 ，OK 啦 ，OK， 啊习近平 ，Blessing， OK 好，平安好，来可以说 Marking First， 他已经画下这个记号 ，OK 好，已经创下了这个记号，所以 Mark 可以单创下 First 的第一个啊、拜访 by Chinese leader 是中国领导者 to North Korea 第一个 in 14 years 在14年来 ，OK 没问题，我们看第二个是在哪里 ？Hong Kong Police 香港警方 ，Police 这个如果没有讲谁的话，就是表示所有的警察。那你要讲一个叫 Police Office Police， 各位同学刚刚不是跟你讲表态就这个吗 ？Declare 就这个，所以 Declare 各位同学哈，来表态就是我说出来嘛 ，C L。declare 这个叫做表态，那这边不管表态，这边当宣称、宣布、宣告都可以的。OK， declare 宣称、宣布、宣告，各种学你会考的高中字全部要背起来。第一个叫做 claim， claim， 这两个罪犯说他没有罪，那个同警察的王八蛋，我没有罪，我已经两年没有吃药，我有忧郁症。在台湾只要，所以我现在跟所有的同学讲，你现在去成大挂医院，然后说自己有忧郁症，拿药做证明，以后犯罪就把它拿出来，就不会死了。啊，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18岁，对不对？你去挂拿忧郁症药啊，等到你38岁哦，砍人的干嘛？你拿出20年前我有忧郁症的病史，法官说哦，这个可教化，咔，不用判死刑。唉，你觉得那警察很可怜吗？25岁，又帅，然后啊，不过就是一个小警察，也就这样被捅死了，真的很可怜。我一直因为我每天我以前每天都要通勤坐火车，我火车坐10年了，然后是到今年我才把课拿到剩2天，礼拜二、礼拜四我去高雄。我没有骗你，我当下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真的，因为那个是自强号，我已经做到手都不能再手。如果我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会怎么办？真的，我就想，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会拿手机拍，还是我会在外面看？我后来想清楚了，我应该会帮忙，而且我会把那个人打爆，应该会，我一定会，因为我的，因为我最近心情不好，很想打人啊。啊，现在学生不能打，小孩也不能打，员工也不能打，那我打谁？是打众人啊！
不考虑。对啊，好，真可怜啊。OK 啊，就我很想，因为我在健身房有学格斗，真的哦，请教练教的哦。啊，我就学了一身，就很想要。不要，我一定会被馆长打死的。OK 哈，馆长跟我一样大哎、欸，我是说年纪。当我被你们羞辱不想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默默回来补充。OK， 好 ，ANOUNCE， 谢谢，来把它写起来。OK 哈 ，Like Clear 说明或者可以当宣称公布都可以。在公布里面学的有这几个，请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谢谢。好，公布里面学的有这几个，第一个就叫做。那个claim 和 proclaim， OK， C O A R N 都一样，刚刚这两个差不多。announce 是你最常听到了。如果你有看西洋剧的同学，那你会常常发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都会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喜欢拿个玻璃杯拿起来，然后用个那个叉子有没有？或者是刀子敲玻璃杯 ，ki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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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ey guys， here's an 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的 N E N T 转进来就变名词了。Here's an announcement， 这里有件事要跟大家讲。男生的话说 I'm going to get married with daddy， 我要跟 daddy 结婚了啊，就看那个大家就会尴尬一下两秒钟，两个男生就说然后 congratulations， 就很做作，就恭喜但是现在台湾就是很正常，你去台北看，我上礼拜六礼拜天去台北训练那多益的那个讲师资格，然后我因为反正其实我教多益很多年，现在是合作，那我要拿那个证书，我纯粹要拿证书。连那边的多益讲师看到我，那个是台科大的讲师，一看到我，Lemon 你干嘛来？我说你认识我？他直接说，他在台科大教，因为他是多益的教老师的老师讲师就对了。他一看到我说，Lemon， 我说老师你怎么认识我？你不是我老师，你比我还老？我说没有，我们两个人差不多。OK， 我跟你姐刚39，我说我40，大你一岁而已。OK， 然后那个人说你干嘛来？我说没有啊，就因为有签合作下，他们叫我一定要来听啊。你都有在教，我说你怎么知道 ？OK， 他直接跟我讲，因为他是台科大，他说里面有好多学生，他的好多学生都是我教去台北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台科大的学生都有三分之一是我外文系教去台北。我说对，他们之前在那个成功补习班是我教。我说你很有名啊，你在我们学校很有名啊。我说真的啊，等一下多多指教啊。OK，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上北中南，他发现南部老师最热情，中部老师次等，北部老师不会有这样 interact， 不会有那种互动，很冷，北部老师很冷。我说好，等一下你就尽量去我吧，我会一直回应你的，因为我知道当一个讲师在讲，下面没有人理他，很可怜。两天16个小时的课程，拢是林北高的老师在讲，都一直英文对谈。两天完回来，我一到公司，我就跟全公司人都从现在开始不要跟我讲英文，他们跟我讲台语，因为我已经足足两天都讲英文。OK， 好，真的，后来那个 EIS 他就那个什么 EDS， 他就颁发一个那个英语流畅表述奖给我，就不用了，然后你要把这个颁奖给我，你只要用，你要拉着。不用了，虽然嘴巴说不用，一直拿，我就爽了。OK， 老师，可以表里不一，对啊，拿到那个奖多殊荣啊！当然，人家会说我们透过关系，那是我们自己知道那个讲师认识我了。OK 啊，好啊，没办法，加盟就一定要，他们的流程规则就这样，不加盟啊，签合作下。所以同学，公大人英文，我们是跟全台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美国代理过来的托福多益正规的检定系统，我们是合作校哦。现在全台南东区就只有我们是哦，我们他们是要审核的师资，然后整个那个成绩什么，他们是要审核，我们过了哦，我也去培训完了哦，教材都拿他们，你们今天早上拿的都是他们那个官方教材，真的，所以很棒，而且考多益考托福一定比考全民英检好。
那个早上很小，早上是中级班，下午是中高级班。那早上如果你比较大咖的，你还有商力，他有带一个初级班、多益普及，一样是中心公司认证的，那个证书拿到全世界都通用的，通用哦。国小部，你们以前在国小部也签了小托福的证书，所以他们去考那个 primary，OK，、okay, 好 ，primary 就是那个初级的托福 ，OK 的。甚至是他们只要考到蓝色的那个证书，他们是可以去美国中学上课，直接当交换学生或在那边读中学。如果你检定过的话，这是国际认证的。OK， 好处是什么？最新的模拟试题，他会第一手给我们。第二，我们只要团体报名，你们不会被打散。你们别的功能，我们只要团体报名。比如说我们不是班报啊，我们的学区是光华，我们就会在同一间教室讲，就不会可能会有很多不安全，或者是你遇到那个是会闹的。我曾经去考试遇到我旁边那个一直抖脚，然后他脚就会踢到桌子上，他就一直抖。分节课考试他就一直抖。啊，他还会画卡，那卡就会跑出来，那很厉害耶，有没有？那应该多少会影响啊 ？OK， 好 ，OK， 好，好，来上课。OK， 来，我们下来 ，OK， 好，不要再聊了，我要认真上了。OK， 好，那个同学，你要说给 ，OK， claim， OK， proclaim， OK， 还有 ，OK， 好，陈述再写一个 state， 这个比较不像，这个叫做描述或叫做陈述，可以吗？对，谢谢，把它写下来。So Hong Kong Police declare， 啊，香港警察表示，香港警察警方称，你看我那个中文写称，好、哦，宣称 China 中国的 extradition 这个字，荧光笔画上线，这个字现在红到爆。extradition 叫做引渡，引渡条款的引渡，谢谢 ，OK 哈，来 ，E S T R A D X C I。D-I-T-E 好，这是动词 OK 好，来 T-R-A-D trade T-R-A-D-E 先写这个字 T-R 来全部给我念一次 trade 名词，这个字叫做贸易或叫交易。那你看这个字放到这里来，是不是母音可转换？我说过 ，potomotopotomolo， 母音五个可以换来换去，所以这个是 trade 变成这里。OK， 那 ex 叫出去，把你引渡，把你贸易交换出去。it 动词结尾。OK， 所、so、以 extradition 是它的名词。OK 哈 ，extradite， 来全部跟你一次 extradite。哎对 ，extradite 叫引渡，可以吗？好，所以你看到 China。Extradition, OK, 引渡的这个 protest 叫抗议，引渡条款的抗议。OK, 好，引渡条款的这个抗议呢，OK, 好 ，riot, R I O T, riot 叫做暴动，它根本就是一场暴动。OK, 啊，它暴动，然后 as rubber, rubber 这个叫塑胶啦 ，bullet 叫做子弹 ，rubber bullet 叫橡胶子弹。哦，他们就以橡胶子弹 as rubber bullets and tear gas, tear 叫眼泪。gas 叫做瓦斯，所以叫催泪瓦斯。OK， 好，来 fire 的推枪的，对不对 ？fire 的开火的，所以那个橡胶子弹跟催泪瓦斯 fire 的开枪 ，act crowd 叫群众。OK， 所以对群众开橡胶子弹，还有丢催泪瓦斯。那
爱中国 as the world， 成为世界 most 的都能选荧光笔，就是 populous。 这个字是什么字变过来的？ OK 哈、啊、population 写上去。 populous 形容词， population 是名词。开口跟我念一次好不好？来，全班跟我念一次 population。 是的， population 是什么？人口漂亮。如果我前面加个老虎呢？ T-I-G-E-R 一撇 S， Tiger's population。 跟黑道有什么关系？各位同学，如果前面加动物，就是动物的数量。所以如果今天是 Monkey's population， 猴子的数量， Dog's population， 狗狗的数量，所以 Tiger's population 这个就叫老虎的数量。你不要臆想天开，老师我这 population 叫人口，所以 Tiger's population 叫虎口，马路的还虎口， OK 哈。好，所以 Tiger's population 这个就叫老虎的数量。 population 叫做数量，特别是指那个动物的数量。注意哦，你不要用 member 或 number， 不要用 number 哦， OK 哈。我们讲的是 population， 就叫人口。 populous 就叫人口的， OK， 也可以当作对不起哈， populous 叫人口密集的，人口密稠的也可以当作人口很多的，这样就可以。中国13亿，14，印度要超越它。你看人家这么生，台湾生了，没有啊，台湾人不多，超多的地方妈妈。而且台湾在2023年会到死亡交叉，听懂吗？日本在10年前就死亡交叉了，这个是死亡率，这个是出生率，这叫死亡交叉，每年死的人跟每年出生的人。 OK，那每年死的人开始都到每年出生的人越来越少，就叫死亡交叉啊。他日本在10年前就死亡交叉了，也就是说每年日本死的人比生的人多很多，生又不生，死又死很多。到后面就日本人说，他们如果再不提升生育率的话，50年后日本灭亡，没有日本了，你们以后没有片子看，不是50年后的事情。所以现在赶快存档啊！不是，这个老师没水准啊！对啊，乱教。OK， 好了，我下。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fucking damn it topic. OK， so internet to overlay， 它即将超过中国 as well。OK， what is the most 最高级的对的 most populous？ 来，请问过你是 populous？ OK， one more time， populous。收音和念英文要把握这机会，把发音发得很标准。Populous country， thank you。好，它是成为一个人口密集最多的国家。Thank you 啊、，UN， OK 哈。OK， UN 叫联合国，哦 ，Union，Nation， OK 哈，来 Union， OK， UNION， OK， Union。CNN 的新闻，我们看一下 Buzzness， thank you。好，来看一下商业新闻 ，OK 哈，美这个怎么念？我先考你密集一点，你不要告诉他，你告诉我，老师他跟你好像，他跟我不像。我带我儿子去逛好市多 Costco， 那好市多外面有一只米其林的广告，就是广告那个轮胎，一上去，哇，爸爸，那个好像，从他头打下去，OK， 好，我女儿后面就补了一刀，哇，爸爸，对啊，你肚子跟好像，女儿算了，儿子打女儿不行啊，男生要穷养，女儿要富养，这是我的标准概念，男女偏差，老师你这样子男女那个歧视，对我就歧视。讲清楚，歧视好不好 ？OK 哈，因为我觉得女生，而且我拿我女儿没办法，她要怎么样，我真的没办法。儿子就用稍微凶一点点就可以了，而女儿她会哭，她会闹。OK 哈，而且好像固定了，异性就是相吸。来，男生，男生看我，男生，男生，妈妈对你比较好的举手，一个而已。爸爸对你比较好的。放下，那你们这一群是怎样？爸爸对你不好，妈妈也对你不好。女生来，爸爸对你比较好的举手，妈妈对你比较好的，不可能啊，应该是爸爸对你比较好啊。还有吗？啊？没有人跟比较。好 ，OK 啊。我这样子下来，真的是妈妈对儿子比较好，爸爸对女儿真的比较好。
爸爸对女儿完全无招啊，女儿只要好买给你，通通买给你，全世界都给你。哦啊，如果是儿子，爸爸我啊，不要被你砍哦。这是不一定的，但做坏事的时候，儿子跟爸爸是 OK 的。举例子来讲，你未来如果来家里爸爸抽烟的举手，好放下哦，那么多，我给他三个，哦也有个 OK。然后我教你们跟爸爸，女生啊哈、哦，女生可以，男生不要。当你爸爸要吸烟那一刹那，女生哦，注意走到爸爸旁边，爸爸香烟盒拿起来，抽一根烟出来，放到嘴巴上面。然后跟你爸讲，爸，从今天开始，你抽一根烟，我抽一根烟，你戒烟我就跟你戒烟。你爸立刻一定会把那个烟洗掉，不抽了。就算他要抽，以后他要躲着抽，不会在你面前抽。这是女儿的魅力，儿子不能这样做，儿子这样做会死掉。举个例，再来，儿子，你如果如法炮制，爸爸拿烟，然后你从香烟盒把烟拿出来，然后放在嘴巴上。然后干爸爸，你今天开始，你吃一支，我吃一支，你改分，我改分。你不会，你不会说，好、哦，我叫大汉啊，来，这个来打开这个小赏你，来一起抽，一起抽。做坏事的时候，父子是连心的。好、哦，就男生不可以，男生不可以，而且男生你不可以像女生一样，爸爸你不要抽烟，你撒娇，你爸爸会生气，干你别生气，不然 OK 哈、哦。啊，那男生要怎样才可以让爸爸接？男生有方法，你就跟你爸讲，爸，这帮我们同学咯，拢无流行结婚呐，要嫁嫁好爽，嫁较爽诶。带你爸爸去把摩托车或把汽车发动，砰砰，然后你先上面把那个洗衣机的水管拔下来，然后放到车子里面啊，跟你爸爸就坐在车上，爸，驾车较紧啦，这打文章咱两个的戏啊。你吃的时候就慢慢啦，我吃这足紧的哦，两米就去找阿公阿妈 ，OK 哈、哦，好，要这样 ，OK， 好，开玩笑，不要这么做哈、哦。然后跟爸爸讲，不要抽烟了哈、哦，抽烟真的不好。第一个，一定阳痿，100%，尼古丁它会有阳痿的那个，绝对阳痿，绝对 OK 哈、哦。老师不抽烟，我一根我都不抽烟的 ，OK 哈、哦，哦，所以你看、嗯、，OK 好了没有啦，上课。OK， 好了，晚上好，我再给你一个啊，来，三位先生，门口来问一下，来，第二名是 Michelle，OK， 来，全部都名字 Michelle， 不要念 Michelle， 不对 ，Michelle， 因为他哦，那 Michelle 是米其林 ，OK， 好，米其林，他除了轮胎很有名，他还有什么很有名？他是不是有对餐厅？然后你知道为什么米其林跟餐厅有关系啊？他这是真的有故事渊源的哦，米其林是卖轮胎的，然后他的行销总监想要怎么样让轮胎卖更多，所以他行销总监就想了一个，哎，那我们来去找餐厅出一本杂志，那个杂志就只要来换轮胎就送给他，他看了这个杂志就会开着车去到处吃，然后轮胎的磨损率就会提高，然后就会很快换轮胎。他们当初的想法是这样，他们不仅出餐厅，还出好玩地方，就所有不同杂志，然后你看了，你就会开车，会有那个欲望，想要开车出去玩，然后就会把你的轮胎磨好，然后轮胎磨好，你就会换，然后就会想到米其林。他们一开始想是这样，可是没有想到说，办到后面竟然变成他们变成评比餐厅的专家中的专家，他们是没有想到，所以这叫做无心插。